本来嘛，这个秘密我是不打算说出去的，但是好姐妹呀，就是要互相分享啊。你们是不是都喜欢用蜂蜜酸奶黄瓜自制面膜，有一种被大自然滋养的感觉呢？你们来闻一下我正在敷的这款面膜，仿佛瞬间啊就来到了雨后的农场，新鲜香甜。它有五种功能，五种质地，保湿磨砂，清洁紧致提亮。你们不要以为啊它只是功能齐全罢了，这款泥面膜里面还有纽崔莱的认证植萃，这些植物精粹来头都不简单，它们都来自于纽崔莱认证农场，例如纽崔莱巴西农场和纽崔莱墨西哥农场。纽崔莱设立认证农场的目的就是让原料更纯净，营养价值更高，并且确保采摘自有效成分浓度峰值时期。怎么样，姐妹们懂了吧？不同功能对应不同的质地和味道，磨砂洁净提亮保湿紧致，分别对应添加的纽崔莱认证植萃是黑加仑、柑橘、白奇亚籽、绿茶、红石榴。看看这款我最爱的用蔗糖去角质的磨砂面膜，每次在拧瓶盖的时候还能听到蔗糖清脆的摩擦声。红石榴味道的紧致面膜自带发热功能，促进血液循环、新陈代谢，加强营养吸收，每次洗干净脸以后啊，还能够感受到它的余温，暖暖的，非常舒服。其余三款面膜也各有玄机，卖个关子，自行解锁哦。